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是一个，也是很特殊的。为什么有萨迦派？在这个西藏佛教界里面，虽然我们昆氏家族的这些过去历代的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出家僧团出家僧人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五祖当中的第三祖跟四祖是完全是出家受比丘戒圆满清净的修持者大成就者那么就是后代的这些昆氏的这些到现在的这个维持的。在这个萨迦法王都有的，就是有的一个出家受戒的，有的呢还是瑜伽式的方式，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缘起。那么还有就是说，后来他这个萨心公跟涅盟，大概也是应该是我记得是2岁年幼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说，因为小的时候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这些老师认为。你作为一个萨迦派的一个初祖，或者说将来作为萨迦派的教派的领袖，你必须要学东西，要有智慧。那你不应该要去先要去这个文殊毗卢菩萨的这个闭关修持那么他就在这个在我们萨迦在那个乌恩博山上有个叫文殊洞，在那个山洞里面，他就整整闭了这个6个月的闭关刚开始修文殊时还有一些障碍，但上师呢，就在教他如何避免这些障碍。后来呢，做了以后就也很顺利的这个修文殊这个文殊菩萨，那么亲眼见到了文殊菩萨，并且传授这个远离四种执着的众生的教法，那么这个远离四种执着的教法里面。它包括了整个在大乘佛教的修行的概要，也就是说重要的内容都一个就是一个总集的一个虽然是一个短短的，就是一个4句，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那就是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的也就是说最精华的一个修行的内容所以呢当时候。文殊菩萨的那么就是他的梦中呢，从文殊菩萨的心间呢，就是说七个智慧箭连着从文殊菩萨的心间呢放射融入这位这个初祖的这个心中心间，所以呢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将来就是说初祖过后呢会有这个在这接下来的传承当中。会有这个七代的文殊化身，以及将来所有的昆氏家族的这些历代的未来的都是这个文殊化身，有这样一个象征性，有一个象征性。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位那个这个初祖呢他就因为急救吧他已经圆寂了，那么他想说吉丘巴大师的就是说因为有个叫就是喇嘛四喇嘛四应该可以称为也是四颗中王所以想要医治他，他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去找他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位去这个喇嘛四颗中王见到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就说，因为当时候这位初祖跟还有吉丘巴大师的几位徒弟出家僧人一起去见他，那么见到这个喇嘛四颗中的时候，就问起他们说就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比较注重是学法还是这个禅修等等这样问起以后呢，最后轮到。问起这个初祖了，初祖说我是来自萨迦的某某地方什么的，当时喇嘛四颗中王就说，萨迦那个地方，我的上师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听说是我的上师圆寂了，也没有人特别去通知我或者要我做些什么，但是后来就是那边有个巴日，有一位巴日的一个上师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后来他也没有想要去。然后呢，就是说我的上师没有儿子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么四颗中的上师就是那位初祖的父亲坤根觉杰布
啊，所以就是说，因为空空者脚步娶了两个佛母，第一个佛母就没有生下儿子，所以呢，拉玛斯就说我的，你不可能啊，你就是我的上师呢，他没有儿子啊，没有生下儿子，然后他们就啊，其他的那些啊，跟他一起去的啊，这些啊，这个啊，僧人们就说，因为这个啊，空空者脚步娶了第二个明妃，所以生下来的就是这位出祖，啊，原来他就说。我没想到就啊，既然就遇到就是我的上师的儿子，所以他非常的开心，抱在他的这个怀里啊，非常的疼爱他，然后就说 OK， 你现在这边啊就啊留下了一天，那你尽快的再回来啊，再回来找我，我这边有法，有非常珍贵的法，我会传授给你。如果你就今年不来的话，明年我要圆寂了。啊，他就直截了当都跟他这样说，所以这些大成就者可见，啊，他们的这种的，如果啊什么时候要往生，什么时候圆寂，都是生死都很自在的。一般人不晓得说明年走就走，有的可能想走也走不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啊不想走也就是活不了的。但是这些啊大成就依然就是这么的啊很坦率的说，你如果你今年不来，明年我要圆寂了。啊，那就他说啊，今年一定会来。但是回去又见到那么考巴大师的时候，那么考巴说，拉玛斯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啊神奇的什么法，你不用去了，就不让他去啊，也没办法。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啊，也许可能说上师与上师之间彼此不会说互相回谤、互相否定的，但是某些都是还是说因为前前一直的。你必须要就是不应该要违背他们的一些啊这个啊这个教规也好，他们的一些这个，所以呢他也就是说不让他去他也没办法啊。果然啊第二年去想去的时候，拉玛斯克就已经圆寂了啊，所以他出祖虽然很遗憾也没办法，因为就是没办法走。后来啊就啊这位拉玛斯的啊，就是说后来就问一些他的这个徒弟，那么这个徒弟当中呢有的已经圆寂了，剩下的一位叫响顿滚觉巴。那响顿滚觉巴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大乘住的修行，那么他要去那个响顿滚觉巴，响顿滚觉巴的时候，那么响顿滚觉巴第一次见到时候，就有些就是附近有几个人在那边啊，这个啊织布的啊，然后就问起他们说啊，那这边有没有一位叫啊响顿滚觉巴？他们去见他然后说啊，就是那位就是响顿滚觉巴。他去那边的时候啊，响顿滚觉巴穿一个很简陋的袈裟啊，然后去见他的时候说。啊，就我是来自萨迦的，我向你求见你啊，请你传法，啊，传道国的法。然后响顿滚觉巴就说，啊，看起来你像是一个修西域密法的一个一位行者，哦，了不起，啊，你向我求法，求什么法？求道国法。这个道国法，不但我不修，连听名字都我没听过。他就拒绝了啊，这个法听都没听过，我这根本都没办法转，这个法我从来听也没听过。那么他就也没办法啊，虽然当时见面的时候向他顶礼啊，送一些啊这个礼物供养的，然后这样请求以后，他完全拒绝，说他就根本都没有这个法，连这个法的名字都没听过，说他以为说可能找错了，或者真的可能他没有这个法。所以他就要准备离开，准备离开之后，旁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师者，那个其实他认识这个出祖的，啊，他是来自哪里的或者什么，他的一些身世背景啊，都他就清楚，所以他就说，啊，这位我记得是曾经拉玛四，啊，就是拉玛几句话的几个僧人跟这位出祖去见拉玛四的时候。拉玛斯就说啊，这就是我的啊上师的儿子啊，什么什么，就非常很疼的样子，所以这样子拒绝是可能不太适合，请上师再去考虑一下是否收留这位
好徒弟来传法。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行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那 就可能犯三昧戒，那必须 要向他传法。所以呢就就那个时候传了一些法，但是没有并没有传这个这个道果啊，传一些其他的一些本尊的灌顶啊，一些教法。然后就说那边待了一些时间那么出族将要就说暂时要离开离开的时候这位这个响顿公教巴大师说，我的法是来自 不义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法，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随便的法一样随便就传给别人。他说上师的法绝对是珍贵的法，怎么可能说这样子把它当作是一个随随便便来跟人家传授灌顶或者什么，他一定 会恭敬 会珍贵的那么后来就离开了以后他一路从那个地方回沙迦的路上，一路在一些牧民住的地方，一路可能很多人恭敬然后请他传法他也传一些法，然后收了很多的一些供养金那么总共大约找到了17两的黄金那么再回到上师那边他就说，当时候这位响顿公教巴这位大师呢，他做一个很大的法会，然后呢在就出租到蒙古的时候就通过一个口信通过一个喇嘛，有一位出家人口信说来自沙迦的有一位要求见这个上师。那上师就说可能是不是要讨吃的东西吧，那就拿点吃的东西给他就好了然后就没有就是得到就是要见这个出租。然后出租呢好几次又派了就是一些喇嘛说要求见这个上师。然后上师说后来最后一个就是说，最后就是从门口那边就派的人通过口信说因为他也带有黄金要求见上师。那位响顿公教巴一听到说有供养黄金求见他的时候，他就然后下宝座自己都到这个出去到门口，然后就说你来自哪里的，我说我是来自沙迦的有多少金黄金可以供养，他说有17两那17两黄金说那就是说上师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再多拿一两黄金，说再加一两就18两黄金，你把这个黄金呢大众面前呢就说这叫供养上师所以呢就是说他就进去里面向大众面前来自沙迦的这个昆氏家族的这位求法者，也就是出租呢向上师有48两的黄金供养求法所以呢看这个景象也许就会觉得说，人民为什么这位上师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要求见他就是说好几次都拒绝被拒绝，最后再说又有这个黄金供养的时候也不需要派人，他亲自都下了宝座到门口来迎接也好，就是接受他的供养。为什么这样子？难道修行者这么喜欢黄金或者这些这个金钱财物吗？其实不是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历代祖师们的传记里面，需要创造非常好的一个因缘，也必须要观察要缘起，如果没有很好的因缘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说上师传法弟子受佛，不见得会有很好的效果会有很好的成就，所以呢需要观察这个缘起。所以上师发现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的缘起所以呢从世俗面来看，人家会觉得说这个师父怎么会那样子，有人供养的话他妻子 跑出去接，没人供养的话好像一副 不理的样子其实不是那样子一方面也是考验，并不是说这些大成就者或者修行者喜欢这些供养，而是呢要考验弟子们的，其实要找17两，其实当时候的情况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所以呢就是说
要对法要有珍惜，才能够会去修行获得成就。如果对法不珍惜的话，那对法珍惜需要很多的牺牲，要有付出，你才能得到法。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法很容易得到的，但却不珍惜，不珍惜情况之下，没有人去用心学，没有人去真正的很精进的来去学这个实修，所以没有几个可以得到成就。因为没有得到成就，觉得说这个法是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所谓的说就是说很快会有成就，很快会有一些感应。当你就是说当你的修行过程当中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对法失去了信心，对上师失去了信心。其实他们没有遇到了严格的上师，他们对法的缘起、对法的珍贵、对三宝的珍贵这些都不理解不了解的状况之下，才会有这种的结果。所以呢后来那么就说祥云庄王发现周瑜是非常的是具有资格的、具有法相的一个弟子，所以他就传授了这个圆满的现在我们萨迦派的传承当中这个最殊胜的教法，所以跟这个道果法这个虽然当时候道果法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派系会有一些不同的传承里面都早期是有一些，但是完整的至今再把这个传承没有断过的这么一个殊胜的教法是就是说只有萨迦派里面。所以当时候这么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教法呢，就出处依止了这位祥云观觉巴接受了这个法那么接受这个法以后呢当时候其实接受这个叫道果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传授道果的，现在传授道果是就等于是几乎是口传一样，直接上师们大约上就是说把这个讲述这个道果那没有实修可言的。那过去是说传一段的法，那弟子们去实修，当实修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得到很大的成就某种的验证就是说得到某些的一些内心上的有所的一些深处的体悟觉悟，才传下一个法。这样传的时候也是就花了整整的大概18个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一般大多数就是说道果呢，如果这个时间长的话3个月内把它传完，短的话1个月内传完传完了大家受这个法，法喜充满，很欢喜，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点的任何的体悟所以呢就是说当时候是整整18个月就是把传授就要这个传法的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后来就是说上师把整个法呢传完以后呢，然后告诉这位初祖，即将你必须要整整18年要修这个法当你整整18年那个就是圆满以后呢，那你就不管是你把这个法呢记在文字上去写去传，这个法的主人就是你了，由你来做主。在这个期间还没有满18年，绝不能说传这个法，甚至有人问起你有没有这个法度，你绝不能提到这个法的名字。所以这么严格的来就是说过去的这些祖师们这些禅师们这么严格的，然后也初祖也必须要遵从他的这种的一个教令，然后就整整这个18年他就是自修，而且每个月整个道果的法重新去思维学习一遍，每一天呢道果的这个根本金刚技术呢就每天要读诵很多遍，就是这样这实修来整整18年过后呢，已经解除了上师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就第一次有一位叫阿僧就是有人向他请这个道果法，他就开始传这个法所以我们应当要了解过去的祖师们的对法的这种的一个严格，对弟子的严格的要求，然后就我们萨迦派有这么一个殊胜的道果的教法，就是这样开始就是把就是说有这个大恩我们这个初祖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的传下来的然后我们初祖的这个整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传记里面就有提到。有一次就是那么就是有一次呢在来自抗区西藏的抗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叫黑咒寺，一个是应该是巫术寺。黑咒寺呢就是他也是用各种的一些魔法魔术的就是说黑色的白黑，也就是说一直可能用这些魔术或者说一些咒语来伤害他人的，叫做黑咒师另外一个叫巫术师像那种很妒忌出族的这个弘法利伤或等等的我们可以了解，在过去佛菩萨其实往往都他们的利益众生利益一切有情，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些的障碍。所以这两个这两个人呢就派了一位叫堪巴朵迦，名字叫朵迦，派到就沙迦去要杀掉出族。那么这位堪巴朵迦呢到了沙迦地方以后呢去见到了这个出族。刚开始好像一副就说来自远方见出族，是因为听到这个出族的他的名声也就是说出族是非常一位将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修行啊相当有正量的听到这样一个圣名他就从远方过来去来见这个出族，而且希望出族面前呢待一些时间向他求法。出族也很慈悲把他收下来。那么这位来自康巴的这位人呢，因为他是来杀这个出族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就是说随时都要找机会要杀这个出族的。有一天呢出族就是就坐着，然后就说穿着一个袍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子第二我们五族当中的二族说那么折磨罗班说那么折磨，以及第三组就是吉尊仁波切话讲，这两位就是出族的儿子。这儿子呢好像这个两边都就是说袍子里面一边呢一个就好像两个儿子呢抱在就是两边。当这位康巴朵迦呢看到这个景象，他就觉得说这怎么是上师连不如一个修行者，好像是一般人一样一般我们就是一些世俗的人，把父亲呢两个很疼爱的样子，就把两个儿子呢放在旁边就抱着他，一般这样子。他就看到这个景象，这算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化身，算是什么大成就者，也不像个一般的修行人，跟世俗人没有两样，起这种的恶念，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出祖就知道他的想法，所以出祖说康巴朵迦，你没有生起什么恶念他就立刻就觉得说很惊讶，说已经被发现了就觉得说他就很害怕。然后他就说年轻你过来，然后出祖的两个脚呢伸出去，脚底一个脚底呢显现出整个西金刚的圆满的坛城形式，另外一个脚呢脚底上显现这个圣的金刚的坛城。他就看到了，就不可思议那这不是我所想象的说就是那个跟一般世俗人，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观音化身，他如此有正量，既然他的两个脚底可以显现如此的变化出这种那些坛城，那就立刻忏悔也说到就是说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杀你，谁派他来的整个过程，而且立刻呢向出族呢供养圣口意，此生呢绝不会他造作罪业请求这个出族来摄受他收为弟子，他要好好的去修行就是这样子。后来他也是真的好好的去修行来就是获得某种的成就的所以呢这也显示说我们人不能看一些外在的一些形象外在的形象来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内在的心，尤其是对于修行者来说，
看他的外，就是他的一个外相就很庄严，看起来很温和，实际上内心是充满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们认为说，一般我们对于出家在家的区别来说，当然出家人毕竟是受出家戒啊，然后呢啊这个啊清净的严守出家戒的话，我们可以值得恭敬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在乎的说，在家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尤其是在西藏的这些瑜伽室，往往都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他并不是出家人，他有妻子，他有儿子啊，我要对他怎么样恭敬，生普及恭敬。因为在一般的世俗人的说法是什么，说哎呀，修行就是六根清净，怎么还要娶妻结婚，要生下小孩，那怎么算是修行者？其实不能外表看的啊。所以佛菩萨的视线化身呢，是什么样的视线能度到众生，并非是一定要现出家相啊。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要必须去了解啊，人与人之间啊，你不了解对方，其实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更没有办法说能够彻底的了解对方。你为对方可能做一些评论，做一些评价，是你是没办法彻底的去一个人的评价啊，一个人的心啊，一个人的彻彻底底的他的习性，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只有佛菩萨，我们常常讲的佛呢，他心通，宿命通啊，所以就是说啊，他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障碍，以他的智慧，能够彻彻底底的可以清楚每个人的众生的习性业力。人与之间，我们这有些人可能心地很善良，但是人过去有行一些恶的一些习性，当他恶的习性或者一些过去的一些造作恶业的果报啊，这个就是说受报的时候，他有所变化的。当你变化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原来的这个人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其实就是会有这些，因为人都有习性，人都有一些过去的恶业受果报的时候，他就可能有所变化啊，有些变化。所以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对一些修行者轻易的去判断说他的修行是什么样的啊，那就没办法判断的。而且如果我们有读到这些印度的八十大乘就这的他们的这些传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几乎外表上是完全是不像是出家人，甚至可能你发现是他们是造作恶业的，实际上不是那样子啊。所以一方面是考验弟子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修行的成就最终是什么啊，修行的一些所显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因为为了度化不同的有情众生，必须要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显现，你必须要去要多方面去了解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就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有这样一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就是初住大多数就是说他是观世音的菩身，由于来自抗拒的一个人就说到说，哎呀，很多人说你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我怎么见都没办法见到你是观世音菩萨，我就怎么去信？如果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方式让我就是说不得不信的我就立刻就在你面前就自杀了，死掉了。他拿起刀要想刺我要自杀，你是必须要现在要给我证明要就是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就是他就其实大成就的绝不会是说为了他们的成就的一些神变的这种力量或者说神通也好，绝不会说没有必要他就为了欺骗众生为了会达到什么目的，他不会去张扬或者说显现的。但是有必要的为了度化像类似像那种的人，他是来要来杀这个上师的。如果你说完全是如他的就是想法就是如他所愿的，你就让他自杀啊，他造作了很多的罪业，所以为了度化他，他就必须要显现这样一个来让他能够就是不但是就是要
要就是杀害这个上师啊，然后呢就他就忏悔，最后也被渡到了啊。同样的，这位啊第二位这个康巴也是，他拿起刀来说，我要要刺死，如果就是我要自杀，如果你不给我啊看就是你是观音的话，他就立刻从他的手底上出现一个就是眼睛智慧眼啊，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我就是说啊，他就立刻的从他的这个手掌中就变化出一个眼睛，他就看到了这个啊啊，所以呢就他就说哎呀，就然后呢就啊忏悔，并且从那开始呢就深深啊深信不疑的啊就说就是出诸位是观世音菩萨。当然这些都是一种个别的为了度化有情需要这种神变的力量来度化众生的。那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化身是什么呢？就是要观世音菩萨是啊，他是代表一切诸佛的慈悲的化现，所以呢以他的慈悲啊利益有情度化众生的啊，这方面就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说他是观音的化身啊。那因为有些人光是他的慈悲的，他没有这种的智慧啊，是这种比较有这种愚昧的人呢，他必须要看到一些肉眼看的相信的人，那就必须要为了度化这些呢，就要让他们相信的啊。但一般人就是说啊，就是他们肉眼看到这些很神奇的现象，他也没办法变化出来，因为他是有个初祖师修行上相当有正量的，所以呢他有这种神通自在，有变化出来，用这样方式来度化的一些有情。好，那么初祖在人世间待了整整67年啊，那么67岁时候圆寂了。他的主要的弟子呢，就是他的儿子第二的这些罗盘孙浪子母、基尊罗摩揭、昭婆简真等等的正德菩萨诸地以上的有几位，还有很多的修行上有正量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弟子，在对于整个在西藏佛教界的沙迦派从那个开始奠基，以及后来整个他的子子孙孙的在昆士的后代们把发扬光大那么我们沙迦的这个教派也好沙迦昆士家族的这个后裔有这个三个书生的名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要沙拉耶董据，就是光明天的光明天种姓的后裔第二呢就是说持密昆吉董据那无垢显渊这个昆士这个传承然后呢就是说吉祥沙迦派的传承，所以从沙钦公格宁波开始就将所谓的吉祥沙迦派的这个所谓的传承就从这个开始的那之前前面第一个就是说光明天的种姓，所以昆士家族的早期最早期的呢就是说光明天的这个种姓呢下凡人世间然后呢就在他的就是光明天的这个种姓的后裔，所以我们叫光明天的种姓。那第二个就是说无垢无垢这个昆士的这个传承无垢昆士传承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从外向上是天神跟光明天神跟罗刹互相斗争显渊而中间诞生下来的这个后裔种姓种族呢种姓呢就是我们叫昆吉董据，或者说在昆士家族的这个传承，实际上是内向从内在来就是说在无明跟智慧搏斗而消除无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昆士家族的尤其是沙钦公格宁波开始都是这个观音善护住的，尤其是文殊的历历代代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呢就说智慧跟无明搏斗斗争，而就是说战胜这个无明圆满智慧的，就这样的一个象征性。那吉祥沙迦派是从那个开始，所以说昆士家在昆士的传承具足了三个书圣的名字那么
在这个主要这个吉祥沙迦派的转折呢，从初祖开始。那么在此之前，当然就是有这些那吉祥这个沙迦派就是一个在这个西藏的佛教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前弘跟后弘，或者说前义的密法跟后义的，而后义的这个新义的密法包括这个噶举派以及这个格鲁派、沙迦派的，就是新义密法的中心，将是这个沙迦就是新义密法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就是在昆龟教脚步之前呢昆氏的很多的一些传承都是修这个旧义的密法，而昆龟教脚步开始就是讲，就是说他接受新义的密法，然后他的儿子初祖再下来就是主要是这个修持以及这个弘扬这个新义的密法，是这样的。好，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网络电视台，希望成功。我们这个需要很多人支持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佛心事业，因此呢，希望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支持这个网络电视台。阿弥陀。